今天用了我所有的身家性命买的银块买绿龙板。快让我看一下。你这不爱国被教训，先上去化手妆，快快快，看看能不能敢让我今天拼上身家性命都要买的板，都不知道有多好看。来吧，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。3、2、1，绿到发光的那一种。我们说色货要走不要色，要色不要走。有色的情况下要没有很粗，有种的时候要哪色都没有，对吧？那是姐妹们，你看到没有？真的有种有色的料子啊！除了皮革以外，进来之后全都是落。要是在这里画一条手镯位，那不是妥妥的满屏绿了吗？好了吧，亲姐，你看这裂痕七数八的，裂坑了吧？你以为我傻呀？买的时候肯定是规划好啦。买的时候我在想，这个料子啊，如果能画到30条，保本没问题。那如果能画到50条，那我们就翻了个倍，赚大发了吗？姐妹们，把美好的祝福大掌送给我吧！如果能出到50条，多出来的20条直接成本价给你们炸了啊！龙啊，开干！哇塞，欣姐真让你画出来了，嘿嘿，好看吗？而且我却管画的很大，你看78、80的外径，你刚刚说的那个裂啊，还有黑棉、死棉啊，我全都避开了，每一条手镯哦。你看，真正的满定律，整圈全都是水路，连镯心都是完美的。那请问之后，你戴在手上，走在人群中，那谁戴谁漂亮，是不是啊？琴姐，你到底画了多少条啊？你猜呀、啊，40多条。58条了，姐妹们，对呀、啊，说到做到啊，多出来28条，直接按成本价给你们。喜欢的宝贝们，上圈口吧，我现场去压一条给你们看看啊，不是拍视频哦，走。姐妹们，肉乎的，你看，有种有色，真正的满地绿。喜欢的宝贝，评论区上圈口吧。